国人呢在 BCSG 心脏乳癌康复协会里面，他们在庆祝20周年的这个晚宴，筹款晚宴呢，主要是帮助乳癌康复者需要用到很多的经费，所以今天这个晚宴呢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筹更多的款项，能够帮助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接下来他们已经为大家两三个里面准备了很多节目，为这个晚宴而设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观赏，也一起来支持这些乳癌的姐妹们，好吗？30万，至今我们已筹的大约23万。我深深感谢所有慷慨捐赠的朋友们，我再次向所有的见证者表示感谢。